方比较秀气，甲方，啊，甲方秀气，啊，甲方，这是雷位，啊，这是雷位，雷头金，嗯，刚好这个，它这个三就叫雷头金，刚好它刚好在雷位，啊，南方雷位，五位，五位，它这个戌上就是戌上成相的，它这个很特别的，啊，你看它这个地形哈，地形的这个。像不像一个谷啊？一海做明堂啊，一海做明堂。你看，明堂非常宽广。还有潮汕，你看潮汕非常也非常秀气，潮汕非常秀气，看得出来。就是今天这个天气，多少有一点不怎么，太阳不怎么好，但是都依然看得出它这个潮汕非常，非常秀丽。